看到他在河里，然后就我连忙报警，然后没想到就在交警河里，然后就一边抓住他一边往河岸上拽，感觉我自己都没力气了，幸亏吧，民警及时赶到，然后就他们给我扔了一个救生圈，然后这一条绳子，然后就我一边抓那个男子，然后一边抓那个绳头，然后就。 第一时间，他们把他拉到了河岸，然后就，然后拉到了我。当时水流特别快，他们被河水渐渐流到远处，我们一路跑在他们两人前面，把救生圈扔给了河里的另外一个人，他用身体挡住拽河男子。我们边跑边把绳子尝试给了河里面。 人手中，最终尝试了好几次把他们拉到了河岸上。